尊敬的强定马法师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们，今天下午这堂课我们谈谈世尊在大乘教里所说的四弘六度啊，这是菩萨必须要遵守要学习的啊。四弘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四弘第一是大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佛菩萨的慈悲，我们前面给诸位报告过，大慈悲心从什么地方去体现啊，就在这一句经文，菩萨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一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诸佛如来在常寂光中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啊，就是如来的化身。化身没有形象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啊，所以用常寂光，常是永恒不断不生不灭啊，寂是清净啊，光是真实智慧遍照法界啊，利益一切众生啊。法身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离体，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，没有它不可能有一切法，一切法依它而现，依它而生，所生所现的一切法是相，是法相，这些相不是真的，这些相是生灭法啊，所以我们晓得体真如自性不生不灭啊，相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啊，时间长短不一样啊，总归它有生有灭。那么化身如来遇到众生有感的时候，有感说有苦有难，想祈求帮助啊，动这个念头了，这个念头就是感，佛菩萨就有因啊，自然有因，决定有因，不可能没有因的啊，这个在大乘教里面讲得非常详细，讲得非常多啊，这个大篇幅的经论呢来谈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也是宇宙的奥秘啊。那么现在的科学跟哲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啊，到今天没有一个结论啊，结论呢在大乘经教里啊，佛说的非常清楚啊，非常具体，有少分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啊。那我们相信科学愈进步
他就越接近佛法。啊，那么能不能达到佛法的目的呢？那就是入大般涅槃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什么原因？科学家没有离开起心动念，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这是他的障碍，障住了，不能证的。如果他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他就成佛了，他就真的能证得啊，跟佛完全相同的境界会出现啊。所以这个第一愿呢，不可思议啊，学大乘头一个要发这个愿，要发度众生的愿啊。既然发度众生的愿，决定不会障碍众生啊，不会害众生。有障碍众生、害众生的念头，与你这个愿呢相违背了啊。只有成就一切众生啊，不会这个做障缘啊，不可能去做障缘。那么第二愿呢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第三愿呢，是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第四愿是佛道无上誓愿成。那么我们很明显的能看出来，真正讲愿就是第一，后面这三条是完成第一愿，没有后面三条，你自己度自己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度众生啊？度众生先要度自己，度自己首先要断烦恼啊。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证阿罗汉果啊。前面曾经说过，见惑啊、身见、边界、见取、戒取，这两个合起来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成见啊，某人成见很深啊，这属于成见啊。最后一个邪见，错误的见解，这都是障碍。这五种错误的见解要是断了，你就证得须陀洹果啊，四果里的点初果。初果地位虽然不高，但是他是圣人啊。什么是圣人呢？他没有离开六道，他在六道里面还有一段时间要住，但是他只有人天两道，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，保证的啊，不堕三恶道。人间寿命到了，他到天道去；天上寿命到了，他又到人间来。他就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不多，只有七次，他就决定证得四果罗汉，那就永远脱离轮回了啊。所以这是圣人啊，他不会往后退，只有往前进啊。进步速度不一样，有的勇猛精进啊，他的时间短一点，他很快可以证得；有些呢不是很勇猛啊，那么他的速度就比较慢啊，但是他不会退转，他一定证得啊。所以断烦恼比什么都重要啊，烦恼断了之后才能学法门。那么现在学法门的人很多很多，出了问题啊。我们早年访问了英国的汉学院啊，这一次我们参加巴黎的活动啊，活动结束之后有一天的时间访问法国的汉学院啊，与这些欧洲的汉学家接触
啊，他们的研究也有相当可观。啊，将来我们在马来西亚建立的汉学院，希望能够互补，啊，我们互相往来，共同学习。啊，我们跟他不相同的是什么？他们不断烦恼，就学法门。啊，所以把佛法呢变成了学术。啊，我们这个时间的学术不得受用。啊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句话应该是古大德说的。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告诉我这句话，啊，以后90年代，我在新加坡住了一段时期，啊，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先生，我们很熟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他信印度教。啊，信度教。啊，他说，他一生呢最敬佩的是佛教。他说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我当时听了这句话，汗毛直竖。他怎么会知道这句话？啊，所以我就想呢，这个话不应该是老师说的。啊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，啊，他讲的。应该是古大德说的，为什么他们两个是相同的一句话，两个人也不认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啊，佛陀的教诲，啊，传遍的很广，传遍的时间很长，啊，有些真正 修行人呢都知道，啊，佛法重实质，实质是重行，啊，你学到一句，你要做到。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讲的六合经。啊，我们学一条，要把这一条做到，这叫佛弟子。学了之后不肯去做，这不是真正佛弟子，啊，这是假的佛弟子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三规要做到。啊，三规是依靠，规是回头。啊，依就是依靠。啊，从哪里回头？我们皈依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头。啊，依自心觉。啊，我们自心本来具足智慧德相，啊，觉就是智慧，啊，所以佛弟子，啊，不是迷信的，啊，他依佛陀的自性觉，佛陀自性觉跟我们自己自性觉是一不是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自己要能相信，要能肯定，啊，这才是佛的入门弟子。啊，第二皈依法，法是经典。啊，经典是佛陀灭度之后，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依靠。啊，佛所说的话，都记录在这里面。啊，展开经卷。就像听佛陀教诲一样，啊，佛怎么样教，我们怎么去学习，啊，一定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是真正的皈依法了。第三，皈依身，身代表清净，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看到出家人要恭敬，
啊，他自己有没有去修行与我不相干，啊，他的形象让我们一看，这是僧宝，啊，僧宝就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我要学他，啊，我要远离一切染污，啊，做一个身心清净的佛弟子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三宝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没有他我们就忘掉了，啊，有他是常常看见，常常提醒，啊，特别是佛弟子啊，要做早晚功课，啊，供养三宝，啊，我们在佛堂有佛像，有菩萨像，啊，有经典，啊，菩萨是僧宝，菩萨僧，啊，所以就三宝具足。啊，你看到了有没有想到？嗯，我要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。啊，马上就提醒自己，晚课一天早晚两次，提醒自己。啊，这个叫真正修三皈依。啊，三皈依不是在佛前面，啊，念了一遍之后拿到皈依证就没事了，不是的，那完全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每一天早晚，啊，甚至于我们现在讲经，因为真正懂得三皈的不多，啊，大乘教里面讲经之前呢，先念开经偈，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念这个。啊，强地玛法师告诉我，我们念三皈依，用三皈依来代替啊开经偈，这个建议好，我很赞成，所以我就采纳了。啊，最近一段时期，你看我讲经前面都念三皈依，啊，皈依佛两祖尊，皈依法利欲尊，皈依僧众中尊。我念这个，啊，这个有好处，念念不离佛陀最高指导原则，啊，我们要记在心上，啊，这是真正的三宝。啊，学习一定要通过戒定慧，啊，所以断烦恼是戒律。啊，戒律是帮助我们断烦恼，烦恼断了之后，清净心现前，这叫三昧。啊，三昧不能够放弃，得到之后要坚持，要继续不断的努力，一定要等他开智慧。啊，智慧开的时候，有小智慧，有大智慧，有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的究竟智慧，啊，一直要到究竟智慧出现，才能算是毕业了。啊，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。佛法里面赞叹佛，佛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一般外国的宗教赞叹上帝。全知全能，其实佛跟上帝是相同的，是一不是二。我们自己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个自信，不是两个。换一句话说，佛的万德万能佛有，我们也有，啊，人人都有，个个不无。人不可以有自卑感，也不能有傲慢，有傲慢错误了，啊，有自卑感，那个错误跟傲慢是相同的，都是自己障碍自己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谦虚，要恭敬，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，啊，一定先断烦恼，后学法门，才得真正的受用，啊，才是真正学佛
学儒学道啊，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啊，像这些扎根的教育多半是在家庭当中完成的啊，这中国古人呢非常有智慧，懂得教育啊，也就是说他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效果啊。佛法在全世界传播，有很多地方我们都知道啊，两三百年没有了，四五百年没有了，六七百年没有了啊。像我们在爪哇啊，印尼的爪哇岛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佛教的遗迹啊，现在佛教中断啊，都是一奉伊斯兰教，但是在公元七百年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佛教非常兴盛啊，以后衰灭了啊，唯独在中国这一支啊，也像斯里兰卡一样传到今天还在啊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别的地方都不在了啊，中国还在，斯里兰卡还在啊？中国保存的是大乘教，虽然还在，比不上此地啊。此地斯里兰卡是小乘教，保存得非常完整啊，人民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，他真正得到啊。那么在中国有学习的，有研究的啊，有讲解的，这不多了，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啊。真正修学的呢没有啊，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啊，真正依教修行的人没有啊。所以居立断层呢，这个时间好像也很快啊，我们要不加紧努力把它拯救，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可能中国的佛教就没有了啊。这是今现象已经浮出来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啊。这一桩事情我们很着急啊。啊，云我相信是佛菩萨安排的，绝对也没有偶然的。强地玛国师在台湾留学啊二十多年啊，我们没有想到啊，他在台湾就住在我的小道场，我们两个缘就是这样结的啊。虽然我不常在台湾，常年都在国外啊，可是他对我一举一动都很清楚啊，我们二十多年的关系啊。我不知道他是斯里兰卡的国师，所以在台湾呢我们对他就很怠慢了啊，我们感到很抱歉啊，没有好好的接待他啊。可是二十多年来台湾的佛教他看得很清楚啊。为什么佛教会衰，我们追究原因啊。衰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把戒律疏忽了啊。我们学佛，我自己也是如此，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妄想多啊，喜欢
分别喜欢批评不老实啊，这是通病啊。可是我的老师有智慧，在当时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非常喜欢经典，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在经典上下的功夫很深，时间很长。对戒律呢，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啊，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规矩。那这些规矩啊，那么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，每一个朝代都有新歌啊，就是有修订的啊，有不适当的把它去掉，需要增加的啊，就把它加进去。好像国家宪法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，我们有这么一个错误概念。那么佛的生活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啊，也要修正才对呀。也没有人提倡到修正戒律，没有人谈这个话。啊，可是我们觉得修正是有必要的。啊，今天生活方式跟古人完全不相同，尤其是戒律里面完全是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啊，跟我们中国人同样是不一样啊，居住环境不相同啊。印度是热带，所以3.1一波就够了，中国不行啊，中国这个3.1冬天不能御寒啊。啊，好在佛法令人尊敬的地方就是它是通权达病啊，他并不执着啊，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出家人穿中国衣服啊，中国衣服外面把袈裟打在外面啊，用这个方式啊。那么传到日本，那日本就更简单了啊，日本连这个长褂都没有，日本的法师很多穿西装啊，袈裟呢一点点大啊，25条银，装在口袋里啊，做法事的时候拿出来套在脖子上啊，这就代表啊披袈裟啊。那么这个通权达变呢是大乘教义虚空啊，可是戒律根本精神我们把它会错了意啊，它根本精神是防非止恶啊，是防范我，怕我们造作恶业啊，用这些戒条来制止我们啊。那么这个标准是凡圣的标准，跟世间法不一样啊。世间我们中国的三礼啊，夏商周三代的礼，那是世间法，所以有心有格啊，就是他们的东西后人有修订，佛的戒律不能修订啊。为什么？佛的戒律是叫你得三昧，是叫你大彻大悟，你一修订你就得不到三昧，你也没办法开悟啊。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但是年轻人很难接受啊，我也是不容易接受啊。我跟老师学习啊，那个时候年轻，自己还要上班，只有星期天啊，老师很慈悲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1小时到2小时啊。他如果忙的时候1小时啊，如果没有事情的时候同2小时。我跟老师3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啊。我每一次离开他，他一定送我到门口给我说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啊，轻描淡写，他说的话很轻啊，就这么一句戒律很重要啊，我就离开了啊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
大概听了几十遍啊，老师往生了不在了啊，我跟甘珠合佛，我们有十几个人啊，都是老师身边亲近的弟子啊，在火化的时候他是特别建了一个火化炉，他专用的啊，不跟大众在一起啊，我们在火化炉旁边搭了个帐篷啊，甘珠合佛他们守了七天七夜啊，我在那里住了3天3夜，那我还要上班啊，7天假请不到，3天假可以啊，我在那里认真反省，跟老师3年，老师教了我什么东西啊，这一反省呢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戒律很重要，他怎么常常给我说这句话，这什么意思啊，是不是真的很重要，我疏忽了，我才非常认真啊，想这一句话的意思，想了2个星期才想懂了啊，懂了什么呢，这时候出世间法，我过去执着是世间法，拿世间法来比出世间法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啊，可是老师不指责我啊，指责我的时候可能我不会接受啊，我会跟他辩论啊，那么我们师生感情会搞坏啊，所以他不给我辩论啊，只是轻描淡写的时候提起一次啊，1个星期见一次面提醒一次，3年大概150个星期啊，至少接近100次，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啊，戒律很重要。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佛教为什么衰到这个程度，原因戒律没有了啊，我走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，接触多数都是华人学佛的同学，在家三规五戒十善做不到啊，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，这就是我们佛教为什么会衰，为什么会灭，原因在此地啊，所以我很着急啊，如何我们来把戒律恢复啊，戒律恢复得有个懂得戒律的人来教啊啊，今天我看到这是台湾九华山大兴山寺，今天有台湾同学在此地，台湾同学应该都知道有个果谦法师啊，在普里有一个道场啊，专修戒律啊，国清跟我的关系也很深啊，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学佛，参加台中内典研究班，李炳南老居士创办啊，这个班当时招收8个学生，6个男众2个女众，女众的条件是一生不准结婚，老师有这么一个要求，如果结婚你就不要来参加啊。那么这个研究班呢，只办了一届，就是只办了4年啊，8个学生6个老师，我也是老师的一个啊，所以国清师我教过他啊，我们现在老了啊，老师过去了我们老啊，学生都超过60岁啊，
国清今年66岁，啊，非常难得，30多年，将近40年的时间，专攻戒律。今天谈到戒律，大概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了，再找不到第二个。啊，那么佛法将来复兴要靠他。啊，所以他今年年初来看我，很难得。30年我们没有往来，啊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我赞叹他的成就，这就是老祖宗所说的“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”。我说这四句话，我说你做到了，你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我说这四句话我知道，但是我没做到。啊，我会全心全力支持他，帮助他。啊，希望佛法的振兴要从戒律学院开始。啊，无论在家学佛、出家学佛，中国过去的老规矩是5年学戒。啊，没有5年学戒，不能皈依。啊，皈依的时候，你对戒律懂不懂？懂，学会了戒律才可以皈依，出家才可以受戒，啊，才可以剃度。啊，没有5年学戒的时候，不能剃度出家，也不能做在家居士。所以从前呢，限制非常严格，佛法兴旺。现在把这个废弃掉了，佛法衰。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想方法来挽救它。啊，国清他那个地方现在有学生60多个人，啊，能够教戒学的、讲戒学的、啊，指导修行的有6个。啊，我也让他要加紧培训，啊，最好能够有50-60个人，啊，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佛教，啊，因为一个戒律学院至少也得要有6-7个老师才能办得成功，啊，3-4个老师那太辛苦了，太累了，很难成就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线的希望，啊，看到戒律真正有人在干，啊，毫不含糊，啊，所以我到湖里去参观，我看得很欢喜，啊，那么信徒学了之后能够把佛法落实在生活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，啊，这是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，啊，希望真正学佛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参学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现在正在筹备要办一个佛教大学，啊，培养师资，啊，佛教大学可以办这个戒律学院，啊，在大学里面，啊，另外呢，我们还要办一个宗教大学，啊，宗教大学是团结宗教的，啊，是拯救社会的，啊，我们教育的目标至少要在这个地球上化解所有的冲突，团结族群，团结宗教，团结不同的文化，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。
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得到的真实利益。如果这个做不到，那佛法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今天学佛的人虽然多，读经的人也不少。啊，每天坚持着扩诵，但是对于经的意思理解的不懂，有深度理解的就更少。啊，深度理解要功夫，这功夫不是读诵，但是读诵是一种手段，它不是目的。啊，手段的意思在哪里？就是收心。啊，你不专心去读的时候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很多妄念。啊，专心读书，妄念就没有。啊，所以它是去妄念、去杂念的一种方法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但是你专心去读，自然会产生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你记得很多。啊，人背诵了，你记得很多。啊，那个不是主目的，主目的呀是让你把杂念妄想排除掉。啊。把清净心念出来，啊，这才是主目的。啊，清净心念出来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。啊，更进一步，把平等心念出来，平等比清净高，那就是菩萨的境界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再去学法门，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学法门。无量法门是度无量众生用的，啊，众生的问题很多，一个法门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啊，所以要无量法门。无量法门怎么学呢？从一门学，一门通了，无量法门自然就通了。这个是秘诀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学就可以通，问题就是你这一门是不是通？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。啊，一个法门通了，无量法门都通了；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全通了。所以，无论修哪个法门。啊，目标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很重要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啊。啊，这个学法门就管用。啊，如果带着烦恼学法门，会变成佛学，变成学术。啊，这是好的。如果是低劣的，会变成邪教，这很可怕。啊，最后再向上提升一级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上上根人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做到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示现给我们看，就是上上根人。啊，那么在中国。1300多年前，唐朝时候，慧能大师，啊，这是个不认识字、没念过书的人，啊，他不是禅定开悟的，啊，他是禅定的功夫，是听经开悟的，啊，听六祖讲《金刚经》，一生他就听一次。啊，我们想象当中顶多2个小时。啊，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。啊，这一开悟，一切经全通达了。啊，无足半夜，
衣钵传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啊，为什么？有嫉妒障碍啊，有不服的，这个麻烦了。啊，他逃到猎人队，隐姓埋名。啊，在猎人队里面过了15年。啊，这个事情大家平淡忘掉了。他出来了，那么从事教化众生的工作。禅宗传到他手上，非常兴旺。啊，在他麾下开悟正果，达到他相同的境界。他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的境界完全相同，是一个境界。啊，有43个人。啊，在中国佛教史里面空前绝后。啊，在他之前都是单传，老师一生传一个人。在他之后，老师传2、3个的人有。啊，传10几个人的没有了。那么这些是缘分。啊，所以四弘誓愿也是佛陀对大乘菩萨最高指导的修行原则。啊，四弘誓愿落实在6度，6波罗蜜。啊，也就是行门里头有6个大纲，6大纲里。啊，菩萨一定要修。时时刻刻不忘这6个纲，修行6纲。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啊，布施的缘有没有没有关系，布施的心要有。啊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。啊，不可以没有布施的念头。啊，没有布施的念头，这不是大乘人。啊，布施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把烦恼布施掉。布施就是放下。啊，怎么样把烦恼布施掉？这真正的目的。啊，烦恼统统放下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圆满从这里说的。啊，那布施有3种。第一个是财布施。啊，人哪有不贪财的？啊，可是贪财这个念头是轮回心，贪财这桩事是轮回业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活在世间不能没有财。啊，财有一点点就可以了，适可而止。啊，每一天衣食不缺，啊，3餐饭能吃饱，衣服可以穿暖，啊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，可以了，应该要满足了。这一点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，斯里兰卡人民并不富有，但是他知足常乐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布施财布施就圆满。这很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修布施。啊，布施的果报，用世间话来说，就是得财富。啊，越施越多，你得到的越多。啊，多了怎么样呢？多了赶快施。啊，不要把它保留在那里。中国人对于钱财古时候叫通货，啊，现在是通货膨胀，还有通货，
通什么？它是流通的，像水一样，有进它有出，啊，不是有进无出，啊，那就坏了，那就要闹水灾了。啊，所以一定啊，要出去，啊，有进有出，进得少你出得少，进得多就出得多，决定不要把它保留在那个地方，啊，留在那里会泛滥。会出问题，啊，那就坏了，啊，所以财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，财布施得来的，啊，老师教给我，我用了62年，很有效，真的越施越多，啊，越多要越施，啊，要记住这个话，啊，不要害自己。第二个是法布施，啊，法布施教化众生，我懂的东西不吝法，有人可以学的，啊，我一定要帮助他，要教他，啊，吝法这个人没有智慧，啊，所以法布施是智慧的根源，啊，你越喜欢教，你的智慧越往上提升，啊，如果是念法，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医生，啊，医术非常高明，他传教学生呢，他有几手不教人，怕学生超过他，啊，很可惜，70多岁他就走了。啊，那么这几条绝招的时候就没有留下来，这叫令法。啊，令法的果报，往后生生世世没有智慧，愚痴。啊，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？啊，第三种呢，无微不施，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啊，无微不施。是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保护，啊，不受到生命的威胁，啊，所以生命财产的威胁，啊，那么佛门里面素食就是最好的无为布施，啊，不吃众生肉，啊，时间久了，这些小动物，动物它还有很有灵性，啊，它接触你，看你很善良，你不会伤害它，它就会跟你接近。啊，如果有个人杀生吃肉，这人有杀气，那小动物一看到你，赶紧就跑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能体验得到的，啊，特别是野生动物，啊，这个出家人、学佛的人、吃长素的人，啊，蹲在地下给小动物招手啊，他会来，啊，他敢接近你，啊，这个杀生吃肉，这个心地不善的人的时候，这小动物看到赶快就跑掉。那么无微不施第二个就是病苦，啊，遇到病苦的人我们主动的去，啊，要帮助他，啊，要常常有帮助的念头，啊，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常常照顾他，啊，老师教我这三种布施我都非常认真去做，啊，三种果报明显的现前，啊，第一个财富，啊，虽然没有很多，需要用的时候不会缺少，啊，在用的时候，特别是办活动，啊，在国际上办一个大活动是需要一笔钱，啊，大概要700万美金，啊，他就有人送来，不要操心，
啊。那么发布时，我们讲经55年没中断，啊，诸位可以听听我过去保留的这些光碟，啊，录音带，啊，比一比我现在所讲的，一年一年不一样，啊，智慧年年往上升，所以讲的东西不相同。啊，如果现在所讲的大家听了有困难，有的讲的深，意思讲的深，讲的广，不容易懂，听前几年，那前几年的讲的比较浅，啊，然后你再慢慢听，往后面听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确实智慧增长。啊，那么健康长寿。啊，我在国际上这么多年。这十几年来，参加国际和平会议，啊，联合国主导的，我们与会的朋友跟我在一起，大家第一句话就问我：“你用什么方法保护身体？”啊，问我饮食起居，啊，问我日常生活状况。我说我没有特别保持。啊，我们生活非常简单，啊，非常快乐，啊，健康长寿的秘诀，第一个心要清净，第二个呢要吃长素，我就是教这两样东西。啊，我说我的素食62年，啊，我学佛不到半年，我就下定决心。采取素食，啊，素食健康，啊，85年没有生过病，没有进过医院，啊，没有病例，啊，放下贪欲，啊，没有欲望。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你就快乐了，你就真正得到法喜。啊，展开经卷，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常常有体会，常常有觉悟。啊。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啊！所以肯布施跟人缘、人缘一定好啊，喜欢送礼啊，喜欢往来啊，我们送的礼物与佛法都有关系啊，把佛法了。传给别人，啊，所以这是布施波罗蜜，啊，他终极的目标是断贪欲，啊，贪欲断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，啊，还有贪心，要认真修学这一个纲领。那么第二呢，持戒。持戒真的，张家大师所说的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要肯定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啊，戒就是规矩。人与大众相处，不能没有规矩，啊，没有规矩。这就乱了。家有家规，过有过法，任何团体都有规矩啊，共同必须要遵守的规矩，在中国就是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说让小孩学的，不是，每个人都要遵守的
啊，从小到老，啊，天天要遵守。啊，你如果是犯规，别人会跟你学。啊，年轻人、青少年他不相信，啊，大人学，依教奉行，老人也依教奉行，这些年轻人看到了，他就肯学。啊，称之为弟子规，弟是弟子，是学生，老师要做榜样，子是儿女，父母要做榜样。啊，这才能教得好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父母两个人都工作。啊，儿女没有人教。啊，结果儿女谁教呢？电视在教的。啊，小孩一出生，睁开眼睛看电视。啊，一两岁的时候，他就玩电动玩具。啊，就跟网络结了缘，这个麻烦更大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所播出的内容都是杀盗淫妄，啊，里面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善的东西没有。啊，这个小孩受这种教育，家庭出了问题，啊，多少做父母的人在我面前诉苦，孩子不好教。啊，多少老师，小学的老师、中学的老师跟我见面，告诉我学生不好教。啊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们这种年龄，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时候都很好教，都很听话，对老师都很尊敬。啊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？啊，老一代父母重视，学校老师重视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啊，连杂志报纸都很少。啊，七八十年之前，啊，一般城市里面出报纸的，报纸多少？就一张，顶多两张。啊，哪像现在这报纸每天像一本书一样。以前没有啊，没那么多资讯的，没有那么多新闻的。啊，所以他社会安定，啊，人心清净。啊，佛为我们制定的这些律仪戒，一定要遵守。它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帮助我们开智慧，帮助我们超凡入圣。啊，除六义戒之外，戒里头没有的，啊，善法，虽然没有也要学。啊，对自己有好处的。啊，你比如说最普遍的，啊，戒律里面没有说不吸香烟，啊，所以有很多出家人他吸烟，啊，这个不犯戒，这戒律没有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对自己有没有好处？没有好处。啊，你抽烟，别人不抽烟的，所以是影响别人。啊，别人吸你的，所以是二手烟的。啊，那伤害别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知道这是好事情，佛没有说，我们也要做。第三种呢，
利益众生，对众生真正有利益的，佛这个戒律都没有，要不要做？要做。啊，甚至于对自己有伤害、有不利，但是对众生有利益的，我们有能舍己为人。啊，见义勇为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戒律之外的。啊，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佛有说，啊，对自己有好处的，对众生有好处的都要做。啊，那么戒律终极目标是断除恶业。啊，业就是行业，就是行为，把所有一些不善的行为、不好的行为统统断掉。啊，这是持戒的目标，啊，终极目标。啊，第三个是忍辱，啊，忍辱，在《金刚般若经》里面，把这一条看得非常重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讲六波罗蜜，啊，最重视的布施跟忍辱。啊，布施。能生福，啊，帮助你生起福报，啊，你看，你希望得到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通通可以得到。它能生福，忍辱呢，能够保持你的福报，能够继续增长你的福报。啊，所以这两条啊是非常的重要，啊，相辅相成。啊，如果不能忍，做再多的好事，啊，一发脾气全没有，把自己功德全毁掉了。啊，佛门里面讲功德，讲福德。啊，功德非常不容易。功德是纯净纯善心所修的，啊，断恶修善，这成就是功德。啊，夹杂有不善的，做一些善事，那是福德。所以福德容易，功德难。啊，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火烧功德林，啊，你积功累德了，修了不少啊，啊，但是你心不清净，啊，功德就没有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最明显的一桩事情，梁武帝，提起梁武帝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，这是佛门的大护法。替佛门做了不少好事，于是建寺庙，还到现在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他一共建了480座寺庙，啊，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，啊，历史上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。啊，他。那个时候大摩祖师到中国跟他见了面，他就很夸耀，啊，也很傲慢，向大摩法师请教，看我这一生所做的功德大不大。大摩祖师告诉他，并无功德。啊，他听了这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之后，底下没有二话说，送客，就把大摩祖师送出去了，不再见面。这时候发脾气，啊，这一脾气一发了，功德林就烧光了。啊，那他还有什么呢？福德，福德不能出六道轮回，在六道里的享受，
人天福报，他想这个，啊，功德了了生死出三界，不一样，功德是界定慧，这个要晓得，啊，自己具足界定慧三学，断恶修善，都是功德。如果没有界定慧三学，啊，断恶修善者，全是福德。福德跟功德是两回事情，啊，功德里头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我们要真正修啊，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，什么都要忍。啊，一不能忍，你的功德就被人毁掉了。好不容易几十年累积下来，啊，人家回报你，侮辱你，啊，把你羞辱一顿，你就发脾气了，就完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自己的警觉性要高，碰到这种境界现前，生感恩的心。那什么？他来考试我，来考验我，看看我会不会发脾气，会不会把自己功德烧掉。啊，功德是别人损坏不了的，只有自己烧掉了很容易。啊，别人无法破坏。我们对于啊毁谤的人，啊羞辱我的人，啊障碍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通通要存报恩心。啊，要跟释迦牟尼佛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有一段很长的经文，就是割离王割截身体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只有一句话，啊，原文在《大涅槃经》里。啊，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没有成佛之前，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遇到割离王，啊，割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暴逆，啊，那割离王就是暴君，中文讲暴君，啊，嗔恨心很重，啊，没有慈悲心的人，啊，这样的人。割离王问他修什么？修忍辱。哦，忍好，看你能不能忍。啊，拿刀把他身体割他一刀，能不能忍？能忍。好，再割一刀。啊，一直凌迟处死。啊，到最后，忍辱仙人告诉他，他问他有没有怨恨？没有。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世尊这个例子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不能忍就不能成就啊！你多少界的修行就毁掉了啊！你忍辱，忍辱不但成功，加倍啊！所以他来。带来两个后果，一个是你不能忍受，你自己把自己毁灭；一个是能忍受，就把自己提升。所以问题不在外面呢，问题在自己啊！啊，自己真有智慧，真有能耐，我真能忍。啊，真正来把它看作你是来考我的，我考试及格了，我就成佛了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成佛，他排列的是第五。啊，现在他排的是第四。怎么从第五跳到第四？就是忍辱波罗蜜的功德，把它提升了。啊，本来
第四是弥勒菩萨，第五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，弥勒菩萨在后面。啊，这就是能忍的功德了，真正的好处啊！啊，真能忍，没有怪罪。啊，那个高丽王是谁呢？乔成儒尊者。啊，确确实实，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讲四谛法，乔成儒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，所以忍辱先人的话兑现了，不是妄语。啊，他成佛第一个得度的，就是高丽王，高丽王的后身啊，乔成儒尊者。所以来赞叹我，啊，尊敬我，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。啊，来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障碍我们，对我们有真正的理由。啊，你决定不能把它看作那是冤亲债主，那是找我麻烦的，不可以，那是我的恩人。他来帮助我大幅度的向上提升，他来提拔我。你要存这种心看待，你的成就会非常快，啊，非常快速，啊，任何一个人骂你的，都阿弥陀佛，恭恭敬敬感谢他，啊，他来提升我，他来考我，看我会不会生怨恨心，啊，会不会生报复的心，没有这个念头。这是成佛的大道，成佛的秘诀，啊，那些人不是坏人，那些人是大菩萨、大恩人，啊，大慈大悲，那成就我们一般人不晓得恩将仇报，啊，都把他当作坏人，啊，都记恨在心里，将来想办法去报复他，错了，你要报复他，你离不开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忍辱要看得很重，啊，忍辱能成就一切善法，啊，能断除一切恶法，啊，真正忍辱，啊，你不忍，借下的冤仇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啊，你能够忍着，完全没有事情，而且再遇到的时候，那都是恩德。啊，不跟人结怨仇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这一生要认真努力去做到。啊，对我们有大利益。那么他终极的目标是成慧，啊，贪嗔痴三毒里面成慧。嗔恚心完全断掉，完全没有了，忍辱波罗蜜就圆满。啊，那么贪嗔痴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啊，佛教他说三毒烦恼，一切不善、毒害。都从他生的，啊，就这三个东西生，贪嗔痴，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佛说的六个根本烦恼，前面六个五个，啊，我们也是多年学习体会到了，从哪里断？啊，从它的核心去断。啊，贪的核心是什么？
最难断。啊，我在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，在台湾讲经，过年遇到一个老居士，老太太，啊，来看我。他常常到我道场来听经，啊，有个一段时期，大概有4-5个月没来，啊，过年时候来看我，啊，告诉我，说法师，我这些年念佛功夫很得力，我什么都放下了。我说好啊，他就一桩放不下，哪一桩啊？孙子，孙子都放不下。儿子媳妇都放下了，女儿都放下了，孙子放不下。哎呀，我说你把你那个孙子当作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不要去想孙子，想阿弥陀佛，你才能成功。啊，这就是情执难断呐。啊，贪的烦恼根拔不掉啊。啊，贪的根就是情执。啊，嗔恚的根呢是傲慢。啊，要断嗔恚，从哪里断起？从谦虚，学谦虚，学恭敬，从这里下手。啊，有傲慢的这个念头，那就是嗔恚的根。啊，愚痴的根呢是怀疑。啊，有怀疑，愚痴断不掉。特别是对三宝，啊，我们从三宝下手，对三宝不怀疑，然后对一切人不怀疑，一切事不怀疑，一切众生都不怀疑。我们的愚痴，愚痴断了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怀疑的害比前面都严重。啊，智慧开了。前面那些烦恼很容易断，啊，即怀疑感应也非常可怕，啊，怀疑重的人对我们的身体，现在说免疫能力全失掉了。为什么怀疑？啊，很容易感染疾病。啊，对外面的环境，山河大地，山会倒下来，土石流，啊，山会崩下来，地会陷下去，啊，山崩地陷，过去很少有，不是没有，啊，历史上有记载，很稀有，现在到处都是啊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信心失掉。就产生这种现象，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不但对身体健康有关系，对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啊，这种安稳呀也有关系，啊，人真正能够做到，啊，中国人讲的无常，佛法讲的无界，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啊，菩萨所讲的六波罗蜜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啊，那身心决定是健康的，啊，你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，啊，纵然别人造业，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非常有道理，叫邪不胜正。你一个人行得正，这个地方有10000人都造恶业。他沾你的光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有一个真正修行人，啊，能保佑10000个人造恶的人，啊，这就是说明邪不胜正。啊，那我们这一个地区的人，通通都修复，都依照佛的教戒，认真努力去做到。
这一个地区不会有灾难，这个地区的外围也不会有灾难。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这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今天世界有危机，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2012之前，在这个前两年，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了个会，会议两天，第一天发表科学最新的报告，第二天呢，就是个专题，研究如何应对2012玛雅预言的灾难预言。他们要了我，我在香港我没去，我派了8个学生去参加这个会议，会议完了之后他们写了报告给我看，我看了很欢喜，第一天的报告跟我们大乘经讲的越来越接近，大乘佛法被科学证明了，更能够相信，不再怀疑。第二天，化解灾难的问题，美国的一个加州的一个物理学家，告诉大家，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觉悟了，真正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还能把地球引导更好的方向。这科学家说的，另外我们在书上看到的，这都是最近的科学报告，有两本书，题目是念力的秘密，就是念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们发现的念头的能量非常之大，无法想象，但是我们的念头是散乱，念头要集中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佛在一切经常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至心一处就是禅定，我们不要去胡思乱想，把念头集中，集中在一点，那个能量就出现，就像光一样。你看这光，它是散乱的，它上上下下它都找到了。如果把这个光，把它只让它从一点上发射，就变成极光了，这个光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，极光可以透过几十公里的钢板，那个力量多大。我们的念头就像这光一样，念头要集中起来力量就太大了，所以佛教、印度教重视修定，所谓84000法门，只是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。原理、原则、方向、目标是一个，方法不一样，84000法门，念佛也是修禅定，念佛希望是你的念头集中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这一念之外，其他的念头统统没有，那就叫念佛三昧，就是禅定，欲集中
能量就越大。啊，确确实实能把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呢，通通引发出来，这就叫成佛。啊，这就是佛的神通智慧。啊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。啊，每个人我们今天的毛病，就是思想很混乱，妄念太多，杂念太多。啊，把它聚集成为一念，能量就出现了。啊，那么这几年我们听说美国夏威夷古老的治疗方法啊，他给人治病，一般医院里面你放弃治疗，就是重病的人啊，没有法子可以救啊，去找他啊，他有方法把这个人病医好，再重的病都能医得好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力啊，说明念力的能量啊。美国的修兰博士去年三月他到香港来看我，那我很欢喜，我就问他，你治病的原理是什么，根据什么道理？他告诉我，清净心，这是佛经上说的啊。要替人治病，先修自己的清净心啊，修的方法他不是佛教的，他说要把我们心里面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清除掉啊，清除干净啊，不允许有一个不善的念头在心上，然后呢再把善的念头也清掉，善与不善统统都没有，心清净了啊，这是功夫啊。那治病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原理啊，清净心治病，可以跟病人不见面，病人距离你几千里都没有关系，他只要四个资料，第一个病人的姓名啊，第二个病人出生的年月日，第三个病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，第四个病例，医院检查的病例，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。治疗的方法呢，就首先做观想，跟佛门止观功夫一样，就修禅定一样啊，观想把病人跟自己融成一体啊，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，那换一句话说，病人的病就是自己的病，用自己的清净心把自己身上这些病毒把它恢复正常，那一边病人病就好了，自己就好了啊。这个功夫每一天观想三十分钟，就做三十分钟，连续做三十天，效果就出来了啊，自己三十天之内病毒完全没有了，对方病就好，自然就好啊，可以不要见面啊，距离几千里没有关系，是有念力啊，无论男女老少非常有效果啊，治好了几千个例子啊，也变成名人了啊，在联合国也做过几次报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佛法，佛常常讲的，
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读过一教经，一教经上有这一句。啊，大小乘经论这一句佛说得很懂，啊，处处在提醒我们。啊，希望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然后你就重视修清净心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终极的目标都是希望你得到心清净、心平等、心觉悟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在无量寿经经题上。啊，五个字统统得到了就成佛。啊，如果没有觉，得到清净平等是菩萨，只有清净还平等还没有得到，这是阿罗汉。啊，那么我们晓得修兰博士之辩，阿罗汉这个境界就可以做到。啊，那么清净心都重要。啊，清净心简单的说，可以保证你这一生当中无病无灾无烦恼，你多么幸福，你多么快乐啊！所以烦恼疾病还是自己妄念造成的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忍辱，前面我们都说的，偏重在人害，啊，别人陷害我们，啊，回报我们，多半在这些上。除这个之外，有善法的精进，啊，能够帮助成就，我们要勇猛精进。啊，这个忍辱啊，忍辱世间苦啊，像先前的社会灾难很多，不能不忍辱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共业所感啊，不要怨恨这个时代啊。为什么呢？越是有苦难，你越能够忍，你成就就越快，也越高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他运用得非常灵活，对自己通通是有帮助，没有伤害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要懂。啊，忍辱之后，这才能精进。啊，精就是专一，进是进步，所以学东西不能学杂，不能学多，不能学乱啊。这是真正做功夫的人，特别是修行人，无论是学佛修道啊，都着重在专一啊，越纯越好啊，用心要专一啊。古人提出这四句话，很多人都会念，但是都疏忽了啊。一门深入，常识寻求啊，我们知道这句话，没有去做啊。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做了，做成功了，台湾的国清法师啊，出家之后就专攻戒律，三四十年一门深入啊，这成就大成就，不是小成就啊。在世法里面，我看到一个人
啊，是个天主教的神父方圆啊，他现在不在世，他大概大我七八岁的样子啊。这个人初中毕业啊，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，一生专门研究宋史，中国宋朝的历史，就是二十五史里头的一部，专攻这一部，大概也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。啊，他在台湾变成宋史的专家。啊，中央研究院聘请他做院士。啊，政治大学文学院聘请他做院长。初中毕业。啊，在一部书上下了三四十年的功夫，啊，最后这么大的成就，啊，贵在一门呐，不能搞多，都没有那么多精神呐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，啊，所以学经教，专门学一部经，啊，十年。你就变成专家啊，你要学地藏经啊，天天讲，天天读，天天讲，十年之后你就是活的地藏菩萨啊。不能搞第二门，搞第二门就不行了啊。专心在门，万缘放下啊，一心专注就成功了。啊，学华严难，为什么？太大了。啊，那要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不行。啊，篇幅太大。啊，这个经过去我讲过两次。啊，第一次早年讲的，没有录音设备。啊，第二次我们设备齐全。讲了四千多个小时，讲的都还没讲完，五分之一，四千多个小时，全经讲下来，估计超过两万小时。试问问全世界大学，这里面的课程，哪一个课程有两万多小时的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摆在我们面前啊，时间太长了，我觉得怕是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了，怕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改讲无量寿经啊。为什么？古人说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无大德看华严无量寿弥陀经是一部经啊，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单啊。弥陀经说的简单，便于扩诵，大家做早晚课方便啊。法这华严经讲得清楚，便于你深深的去理解它啊。但是这种无量寿经就最好了啊，这种华严里面所说的无量寿经都说到了啊，特别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，是属于集注啊，不是他自己注啊，他用了八十三部经论，110位祖师大德的著作啊，来解释无量寿经，所以你看他的注解，就等于读了83部经论啊，100位祖师大德的开示，太难得了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一部经，
是年经代注解通通讲，啊，讲一遍要1200个小时，啊，一年讲一遍，今年是第3遍，啊，我要是还活在世间，每一年讲一遍，我晚年一门深入了，不再搞第二样了，以前错了。以前搞太多太杂了，晚年不干了，啊，要做一个好榜样给后人看看，啊，就这一部经的神父，啊，那么这是属于精进。啊，所有一切经里头的精华都能够在无量寿经黄念祖居士注解里面读到，啊，经经里面有摄善法，有利要有情，跟戒律一样，啊，佛在经上没有提到的，但是它是好事，我们学了对自己有利益，啊，佛虽然没有说，我们要干，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佛没有说我们也要干，啊，他终极的目标是懈怠这个烦恼啊断尽，啊，人没有懈怠的念头，那么我们要真正做到精进无懈怠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可以做到，所以极乐世界成就非常快速，啊，道理在此地，极乐世界身体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啊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物质部分相分，啊，思想念头，我们的心理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啊，都不是自信，啊，也可以说是变了质的自信，啊，不是真正的自信，啊，所以需要饮食，需要睡眠，需要休息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得的这个身相是法性身，换一句话说，跟阿赖耶完全脱节了。大乘教里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，啊，他已经转过来了，啊，完全是智慧，啊，真的烦恼的另一面就是智慧，觉悟了就是智慧，迷了就是烦恼，啊，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情，所以烦恼不能断了，烦恼断了智慧就没有了，啊，就转烦恼为菩提，啊，要把它转过来，啊，不是真的断掉，啊，不能断，啊，这个道理，啊，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这个完全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不是自己的能力，啊，弥陀这个加持恩德就太大了，我们自己要修啊，要多长的时间，要多辛苦啊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需要，啊，什么时候转过来的呢？不知不觉，啊，往生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丢掉了，舍掉了，啊，所以是灵魂去往生，这个灵魂清清楚楚踏上莲花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看到，啊，你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苞合起来，啊，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苞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，这个时候转过来，啊，自自然然转过来，
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功德的力量啊，加持给我啊。花开见佛，那个身是发心身，不是这个身，发心身啊。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啊，发心身发心土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在哪里呢？他那个地方一切万法不生不灭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万法都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他那个地方不生不灭。所以生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人不需要饮食，方便太多了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啊，那个世界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啊，不像我们有白天有晚上，没有，它是一片光明啊，身体放光，佛放光，菩萨放光，我们自己身体都放光啊，宫殿居住环境放光，大地放光，花草树木没有一样不放光，光明世界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每一天其而不舍啊，这些年体会呀越来越深，体会到一桩什么事情啊？花开见佛一定是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啊，听佛讲经说法啊，那就是最丰富的滋养，叫法喜充满了 啊进入讲堂。什么时候离开呢？离开就成佛了，还没有成佛绝对不会离开。所以进入讲堂是学生，离开讲堂是毕业就成佛了啊。有些人很快，有些人来得慢，但是快慢没关系，保证成佛啊，这是非常稀有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啊，认真去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纵然我们在过去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有意无意造了很多恶业，恶逆十恶，毁谤佛法，我们有没有做？有啊！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毁谤佛法了，有，不知不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修行感到讨厌，感到厌倦。啊，感到不耐烦，啊，起怀疑的心，都叫毁谤佛法。啊，那么净宗法门呢，都能够得度。啊，第十八愿里面说，无逆十恶，这是造作的无间地狱罪业，啊，再加上毁谤大乘。临命终时那一口气还没断，这个时候听到阿弥陀佛真正发忏悔的心啊，改过的心，自己认错，我错了，我后不再造了啊，我念佛求生净土能不能往生？能，阿弥陀佛还是建议你往生。这法门呢，八万四千法门你都找不到啊，这个恩德多大，遇到这个法门的人多幸运的 啊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啊，不是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而是脱离十法界，这功德太大了啊。我们相信
你要问有没有凭据？有。我们一生所看到往生的人有十几个啊，从台湾来的同学，40年前佛光山刚刚建立的时候啊，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我在这边教书。佛光山的隔壁是将军乡啊，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，大家都知道，多少人都看到，你能不相信吗？那我们仔细一打听啊，这个老太太一生的行仪啊，才知道老太太是个善人，非常善良啊，但是她不懂佛教，她神佛不分啊，拜神拜佛什么都拜啊。3年前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劝婆婆不要到处乱拜，家里设了个佛堂，在家里念佛求生净土，她的婆婆就听了，就接受了啊，再不出去拜佛，在家念佛念了3年啊。这往生的这一天她没有告诉家人，没有说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吃晚饭的时候她说，你们先吃，不要等我，我去洗个澡啊。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，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，觉得奇怪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去看看，真的洗了澡，啊，换了衣服，穿得很清，手上拿着念珠，就站在他小佛堂的面对着佛像，叫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走了。这一桩事情轰动了整个台湾了，这是表演给你看的。啊，这是来做正转呐！啊，三转法轮呐，啊，示转、劝转，他来做证明给你看。只念了3年，也没有什么文化，啊，没有什么是这个文化水平。你看，3年念佛站着往生，啊，那么像这种情形，我所知道就十几个人。啊，包括在美国也有个老太太，她是坐着往生的，啊，也是预知事知，啊，把她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孝服通通做好，啊，那是要功夫、要时间的，啊，至少3个月之前她知道，她把她的后事办好，啊，写了遗嘱给她儿子，啊，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。晚上是睡觉的，关了门，第二天早晨开门，他走了。啊，所以很多他的同参道友知道了，没有不佩服的。啊，增长信心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啊，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清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，错过了，那叫真错了啊。啊，遇到了真干，真相信，我们就成功了，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，我们真正圆满成就了啊。那么今天的报告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。